稍微休息一下，回到岩观那边啊，然后再去看一下那个陈高老在岩观古镇，还有那个观潮湿地公园这样子啊。哎，我在不准前面，我打瞌睡，不准前面。哎。前面这个也是个饮水机啊？啊？啊？你这前面是个饮水机啊？啊？那个哦，那里面装饮水机的。现在是标配，必须要装饮水机啊。装饮水机也要1000块钱吧？是、哦、吧？本来就有。你要前面玻璃泥巴把它打回去是吧？八点去。